对对对，已经变团结了吗？哦，还有长毛了，我跟你讲。我以前那个是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外送啊，就是家里的人很忙，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叫外送，很少会吃到家里的料理，所以我平常一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所以我都会吃超饱啊。你这样子你吃的会超饱吗？不会吧，因为我吃饭是吃很快的。我大概可能一碗饭啦，可能一个小小的卤肉饭，我可能一分钟两分钟我就可以把它解决。所以这时候有个问题嘛，就是因为你只吃了一两分钟，但你的肚子根本来不及反应说，哦，其实你已经稍微有点饱，那你会觉得你还在很饿的情况下，你就是多叫了两三碗。真的，那你一口气吃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饱一次起来直接顶出来，哇，超撑的。我也可能都是这种。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治疗这个，不管吃什么，你都咬二十下以上，你要数，你要数，真的会有差。我现在都会这样子，我会咬到它好像烂烂的，我才会吞下去。不然以前吃东西就是好像有吃到味道，我就吞下去了这样。啊，这边强烈各位观众朋友，吃饭咬一口，咬二十下，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我最近胃食道逆流非常严重，非常严重，严重到什么地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然你表演一下，你现在表演一下。胃食道逆流要给我表演，里面在招我，要给我表演。那你要跟大家呼吁什么？就这样做干嘛？咬一口二十下，都逆流了嘛。OK， 就真的就是一个好习惯，你要讲成一个好习惯。你这样子会不会让人家解读是做实况害了刘哥？你是不是钱越赚越多之后，你就开始胃食道逆流了？为什么钱越赚越多会胃食道逆流？好像也不是，我现在已经慢性肠胃炎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想要强调说你没有赚很多的意思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强调我有没有赚钱这件事情？你知道吗？很开心啊，你的月薪终于破三万了，你要欢呼啊！哇，开心啊！我当然可以吃饭吃意大利面，有没有？意大利面很快的，就一盘刚好两百块吧。你有没有看见？这个就是一个月赚三万块的男人，跟一个月赚一万八的男人，他们的伙食从日常就看出来不一样了。那个，就有一个饭局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多少钱？你猜猜看。我觉得因为它是住宅，住宅通常不会便宜到哪里去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台北部的物价，那要K十左右。那如果你以台中这样子下来一点点的话嘞，而且而且，我觉得大概55。哎呦，厉害！有开中吗？没有，40。那么便宜，所以你大概开80块。80块，再加这个饮料100块有找。90块，90。我就不给他考虑搬去台中了。你可能要考虑一下，不要赚那么多了。你无法反驳是不是？不要再赚超过三万块了，18000就足够了，好不好？要知足。啊，搬到北部哈，哦，三万就你知道就刚刚好打平了。真的，我听说连去台北呼吸都要钱呢。啊，真的啊，你能去借个客所，你都要付100块。真的吗？清洁费啊。真的？假的啦。你害我的肉松喷出来了。你在思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说是哪里，我想说柳哥要怎么掰回来，结果没有，你就直接你直接承认没有啦。对，直接假的。那我们就不可以再聊第二个主题了。我们前面在假的聊也没有一个主题耶。我们这样子愧对认真看影片的观众，我们应该是要从影片中让他们获得一些什么吧。哦，有啊，他们知道不可以在游泳群尿尿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有东西可以介绍给观众吗？有用的知识吗？我讲一下。你最近有没有在生活上领悟到了一些什么？哦，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事情？来，来，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来，哎，我们年纪也不小了，对不对？可能都快30岁了。到这年龄呢，其实你的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啊，可能差不多要走了。怎么有点难？不是，年纪有点到了啊！这个几乎我们这一辈了，应该也差不多吧？可能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会有一些，哎，怎么爷爷奶奶好像已经过世了？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很重要。哇，我平常好像都没有在跟家人聊天，因为有一点科技冷漠感。所以领悟一件事情，你是不是平常没有好好陪你的家人过？我以我自己来说，我不知道你们啦，我是一个我不敢，我不好意思说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妈妈我爱你啦，还是什么的这种话，我是讲不出来。我可能观众有人讲得出来，但是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表达。那我表达的方式，我很喜欢抱人家
啊，对对，我有时候无聊，可能我妈在煮饭啊，然后我就从后面去抱一下她，这样没有意思，就从小抱到大啊，就每个抱一下，对，就抱一下，但是这也是可能是一种表达说，哎，就是一种不知道你只会抱你喜欢的人嘛，那有没有可能，嗯，妈妈真的很想要听一针说，妈妈我爱你，这六个字，五个字讲够。我们现在有请我妈妈进场，哎、欸，没有了，啦，找个机会自己私底下说一下就好了，说一下就好，说一下就好。哎，对，你之前不是也有教我一个方法，你不是有教我怎么写明信片吗？哦，有啊，对啊，那你会用这种方法写明信片给妈妈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对，我没有这个选项在我脑中，但是我如果别人问我说他不敢表达，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我都会推荐这个方法，就是哎，你可能写写小卡片啊，上面写一些最近妈妈辛苦啦，什么什么的啊，这样子。即使写一个小卡片，你不一定要买，不一定要什么啊6000块啦，还是要买一些吊饰啦，还是什么好吃的，也不用，就是那你可以写一个卡片，对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没有在游泳池尿尿过。这个我可以直接用说的就好了，不用浪费一张卡片。卡片啊，对啊，不用浪费。比较郑重啊，比较有一种那种庄重感的。啊，说得好。对啦，所以我才是觉得我自己平常就是抱抱嘛，就是会抱一下这样子，哎，就是就我刚刚说的嘛，你只会抱你喜欢的人嘛，就像警察也只会去抱那些歹徒嘛。因为警察喜欢歹徒，这样他才有业绩，才会加薪嘛。没有人会去抱他不喜欢的人，是吧？哦，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好像有一点道理，难怪都要报警处理一下。对啊，报警处理这一句话不是口号，要实际行动。其实以前我还在外面上班的时候，我是会去买东西给家里的人，就是表达一种哎。我现在有赚钱哦，然后我可以买东西给你们哦，然后就是让你们过，感觉好像在日常生活上可以慢慢的觉得好像过得比较好那种感觉。嗯，对，有些不错。那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这样想，但是自从我做了实况之后，我的心境就有很大的转变，就我慢慢的变得比较少了。取而代之的就是可能一些抱抱啦，或者是一些撒娇的一些动作啦。那是啊，对，那是因为。做实况快要破产了你是不是以为我铺陈了这么久，又讲出什么很感人的话？休想！我以为你又赶快去游泳池上厕所一下。对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啦，前面都当嘴炮啦，反正就是我自己在行为上有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。我说完了，你说完了，我还差一点，我还差一点，那你就不要再讲下一个主题，我们听你说，我吃饭。我还没吃完，我赶快吐出来。我们旁边有这个窗户，可以跟大家证实说，我们真的是早上，你看这么强烈的阳光，不用特别证明啊，样子好像搞个我们跟瓜哥那个有情节一样。没有，我是要说我们这个时间点瓜哥是真的没有在线的，因为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有观众以为其实我是被通气了，然后外面有那个直升机在打那个光。啊，对对，然后怕观众误会，我懂了，就要表达直接点啦。对啦，要确定。好，还是其实我们两个人还是那个绿叶颠倒的那个人。你也被通气了，因为我们的罪名是在游泳池尿尿了。你不要再尿尿了，尿尿你前面要你在讲的东西，那是你，我只要讲一次，你一直接。不要再接了，你再这样子，人家瓜哥都不敢让我去他家了。人家那个楼梯明明是上面在漏水，然后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刚有人去他家这样。他一漏黄就有嘴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透明的啦。而柳哥，我们的那个壁纸好像是一样的耶。一样啊。你请人家贴的吗？还是没有定贴，在虾皮还是什么上面买的这样？虾皮。我也是在虾皮啊。那我这个一张好像换算下来好像17块到19块。差不多，这好用啊，便宜又好用。好用啊、哦！我们家那个附近啊，有一个小吃店，看有一些粉红色的这个。那、啊、你有没有要录影的时候跑去那边录影一下？我在那边开直播是不是。外面哎，柳哥，你今天的直播有点吵，卤肉饭一碗这样。没有那么夸张了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笑，因为你不知道买多少，那我就会多买个5-6张这样，那、啊、可能就会有2-3张是用不到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讲过，这个留下来也没有用，我把它拿去回收好了，然后我就把它拿去一楼回收间嘛。结果有人把它捡走，是那个小吃店，对不对？
有点远，有点远，有点远。好啊，还没有讲完。那他拿去用，我为什么会知道嘞？为什么？因为，不是有一个那个拉的那个东西吗？就是窗帘，有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那个东西有点旧，可以拉，然后它是塑胶片。哦，我知道，很像屏风的那个。那有些人可能用那个屏风太久，就会破破旧旧，就对，会破一个洞。我看到他把那个贴到那个屏风上面，谁？打稿的，因为那个屏风就有个打稿间啊，看到我有点害羞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是我丢个乐趣吗？我在那边赶快离开。那你以后你可以那个，你以后带人家来，就是这一栋大楼呢，我也是有参与这个建案的。你看这一间就是我赞助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说谎，我们没有乱讲，没有乱讲，就是真的有。OK， 哎、你看观众，可以什么大楼？我看一下，一楼是不是有什么屏风贴着？哦，这个很好，可能住过的。何某建案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有个蛮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你要拔除掉胶，他那个砍胶还蛮严重的。是啊，可是所以这个通常你后面也只能一直贴下去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很麻烦。我们现在会诚实回答这个问题，就代表我们没有接过工单。哎、欸，刘哥，我要喝完了、欸。哇，你要喝完还没吃完？你好弱哦！我们要录一个小时嘞、欸。哇塞，我们这个可能一集剪不完嘞、欸。我们的这个影片的资讯量是有点大的，我本来想说一集，然后可能十多分钟，我们处理掉就好。没有办法，我觉得要分两集，上下两集。你可以考虑把我们中间人家讲什么游泳池那个拿掉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有一点难拿掉，那个可能占了这个影片的70%。因为我们动不动就开一个搞这个东西，那是你，不要我们，是你要说我，你不要加门。我对不对？对。一个口，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带到第二个话题给观众，我们就一个话题。哎、对，那你就不要讲一下，我快说完了。我们刚刚好第二个话题讲完也差不多结束了，不然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很久没有登场的人物好了。哦，谁？变态，有个变态，变态来了。要怎么他那么久没出来了？因为他在睡觉。哎，睡觉是不是？对，这样是不是太简短了？有点简短，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很长的嘴炮的，结果没有，让我有点错愕。我前面嘴炮太多了，我现在要休息一下，我要储存能量。你个变态，这个变态应该我记得啦，他应该有很多种颜色，为什么会挑这个颜色？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挑、欸，其实他不是买来的。哦，你有讲过夹娃娃夹到了吗？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有人夹娃娃夹到了？不是不是，他也是一个游戏的方式可以拿到的。哦。对， 对啦，变态跟着我跟了十年了、欸，十年前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那个娃娃才刚出来没多久，然后啊那个时候很流行，对不对？十年前我记得还蛮流行。对，他就这样子吊着，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变态，就是他瘦瘦长长的，然后没有穿衣服这样，哇，好变态哦！这一只那个时候只要299块，然后我花了那个射气球花了450块，所以。我这一只是比较贵的变态，它不是便宜的，啊、它比别人贵了50%，所以我才这么宝贝它。如果它是299的，我就把它丢到旁边去了。它吊着这个变态，旁边没有其他的变态吗？没有，就这一只。啊，这一只，所以这个该怎么讲？那句成语怎么讲？一眼擒攻，一眼独攻了，接近了，一攻万擒。接近了，那个第二个字。就是我们刚刚去射那个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奥运的运动，射什么？射箭。对，所以叫做一箭当天。对啦，变态哥为我鼓掌啦！哎呀，天哪，我可以怎么可以烂成这样？超烂，没看我这么烂的，大概是最烂的麦块实况者。想不起来，你硬要这个啊？你没有看，你会睡不着吗？可以。我只要抱一个东西，抱个枕头也可以这样。这个很像那个婴儿时期，有没有？你如果有朋友现在是已经生小孩了，你会发现现在网络上有一个东西，我不忘记它叫什么名字，那个名字有点像安心娃娃。地震了！地震有吗？哎，有呢，有，我这边有，你那边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这边有。你的画面在晃哎、欸，刘哥，有在晃，那边有地震。哎、欸，大家知道我们有没有录影呢？我们终于。终于在实况上面的时候发生地震了、欸，第一次哎、欸，要演一下啊！哇哇哇哇！哇好晃啦！好晃啊！天哪，好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！我们的那个订阅人数一直在飙升了，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所以你那边没事吧？
感觉没事。没事，你摇一下。这部影片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啊？不会啊，我们就等在下一次又有地震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多一个选项了，有吗？对，就是二选一，对，没差啦，给他知道没差。我就担心人家会亏撞，说以前地震是什么时候，然后发现哇靠，怪怪这样，一年了，他丢这一部影片，那我就会把那一段剪掉了。我吃完啦。哎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一直在尿尿。今天真的就是我们平常私下的样子啊，就是没有说可能镜头在拍我们这样，没有，就真的就是这样子。你看我连胡子都没有刮，对，没有，我没刮。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在最后郑重的澄清一下，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排挤瓜哥，瓜哥是真的在睡觉。我很怕观众在下面啊，为什么没有找瓜哥？我们下一次我们就挑战让瓜哥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吃东西，还要拿着他的那个视讯镜头来见证一下这历史的一刻。没错，啊，如果他没有来，或者是下去又只有我们两个，那就代表。对不起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失败。我们要90度鞠躬跟大家道歉，我对不起亚洲冬瓜那个，好吧？好啦，就是这样啦，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种影片，你就多按几个赞，让我们知道。我们只要突破3000个赞，两部要破7000赞，反正你们越多赞，我们就会越有动力来让你们知道我们平常都在讲什么干话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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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